哎，亚当，你怎么了啊？是不是被蚊子咬了？要不要擦药啊？不是啦，该不会是你昨天没洗澡就上床睡觉了吧？不是啊，我发誓，我昨天真的有洗澡。那不然是怎样啊？从刚刚回来就一直抓，一直抓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就我去游泳啊，结果回来全身上下都好痒哦。游泳好痒，游泳好痒，有氧有氧，让我们欢迎北一有氧。Get you.